Hello， 我是华丽。嗨，我是少杰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手语教学。没错。希望老师看到的时候不会觉得我们在乱来。来，第一个单字是梦想。梦想。第二个奇迹。奇迹。结局。结局。听见，听见。捷运，捷运。对，很现实。捷运。漫画，漫画。这样。OK， 好，单句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相遇。相信我们会再相遇。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我有话想对你说。然后少杰那句是有一天希望听见你的声音。我想过去有一天可以让听见声音。我喜欢你。喜欢。最后一起来看戏。一起来看戏。